姨要便宜点。阿姨很便宜啦，便宜两百。今天刚好咱俩都有空，要不然去给嫂子挑个金项链，当做结婚礼物送给她。咋不是送你哥呢？你不懂，嫂子她从广东嫁到咱们福建来的，本来就挺不容易的呀。咱们就得让她感受到家的感觉，那种被咱们重视啊，被疼啊，被爱啊。是不是甜甜？对啊。咱们要疼舅妈，对不对？况且结婚啊，这一辈子就这一次，我这个作为小姑子的，不得好好表示表示。那也是对哈，对你嫂子好，也是对你哥好哈。而且嫂子对甜甜也特别好啊，所以说说来说去哦，都是咱们应该做的。给舅妈买金项链，你去不去啊？去。那走呗。走够 ，F 够够够够够够。妈妈要去，妈妈要去。好。又被吸引走了。走，咱们先干正事啊！一会儿再带你坐一圈，好不好？开心的呀，这个寓意叫幸运哈，幸运，然后这个腰缠万贯，对，这个可以做对戒，挺好认真的。你没有帮舅妈一块看吗？有啊。那你看一条吗？你的眼光比较好啊。那边的小哥。啊，你是那家会比较好看是不是？嗯。那咱们去那边看看。这边找了一家整体款式会稍微年轻一点。有没有什么寓意呢？哦，这个是环环相扣嘛。就是拴住就跑不掉了。然后呢，这种这个亮闪闪的，看着挺好看的。那我总觉得嫂子是会喜欢这一条。你要想给我买，我也不介意。你不合适，想要大气一点，有哪一条好一点？我是看中这个，我媳妇看中的是这个。宝宝，你说哪个好看？星星好看还是圆圈好看？宝贝，你挑，让我们甜甜说的算。星星。啊，星星好看。还可以吧。好看吗？你试试，你看那条。你听你的吧，按你的心意来吧。啊，这条是4566，对，4566。这条是4210，四二幺零，对。再换一家过来看一看，咱买一条香烟，快逛遍了。像这边，还不得每家店看一下款式，要挑最好看的。王一涵，你看这个小兔子好看吗？等你以后长大了，你给我买一条好不好？阿姨说你买一条给。那我爸爸给你买一条好不好？我女儿特别喜欢小兔子。如果说小兔子也可以啊，代表甜甜也可以心意啊。哦，没有龙年造型哈，龙的有啊。还是不要送生肖的好。不要好，以实用为主，日常佩戴好看。行，干嘛？怎么啦？他就是想要兔子，是不是？他就是想要兔子，很可爱。这是给嫂子戴的哦，不是给你戴的哦。你觉得这个怎么样？可以啊，这一条也好看。它有一条是方形的，中间还镶钻是吧？嗯，闪闪的。嗯，配戴试一下，看一下。嗯。目前为止这一条看的最好看的。看来我眼光还是对的哈。所以说得相信你啊，我的眼光是不行的啊。这条什么寓意呢？寓意啊，哦，没有哦，寓意查一下，很多啊，寓意也都是我们这，其实每一种靠嘴说的，它的寓意寓意都是靠嘴巴说的，对的。又笑，你看这姐姐说，她得发型好看，结果哎，哦哟，这条也好看哦，看对比才好看哦。然后姐姐就说，帅哥，你干脆两条都买了吧，一条给老婆，一条给嫂子吧。心理活动全给她讲了。我为了我的钱包，我还是只能说它好看。人家敢说这条好看就完了，你别买送我了。可爱，你为什么说你眼光？我也是觉得那个好看。你眼光不行，怎么会挑到帅哥啊？你眼光是相当可以的了。完了，这话说的我爱听的咋办啊？有你现在在砍价中的，一直在磨，一直在磨。没你。哎，你看姐姐一直喊老喊老爸帅哥，是不是？有你这个做生意的钱也砍不下来。你刚不说工资要多用心？还在喊帅哥，爱帅哥，帅哥，帅帅哥，太搞笑了。我们去喊漂亮的阿姨，你说便宜一点好不好？阿姨要便宜点。阿姨很便宜啦，要便宜两百。啊，便宜两百，听到没？孩子说的算，就这样子可以啦。你看我电，我车都快充满了，我着急走啊。是，我知道，那是没办法，我那边电脑出不了单，而且我这个还是要报备，还是要等一下。付吧，付吧，付款吧。确实这条看着感觉比较好看，真的会好看哈。这一条会比较适合年轻人，是很漂亮。这个1.8毛就不说了哈。没有，没说，很可爱你们。我感觉这个销售员姐姐太厉害，太会说了，把他们说到心坎里去，结果1毛钱也没看。别说了，我没乱讲啊，确实是啊，要买我改天再来哦。好好好，帮我包起来吧。今天主要是给我，谢谢你们。走了吧，宝贝，困了哈，今天辛苦了啊。你爸爸跟你说，你今天也辛苦了，困了没有啊？他就看到这个小白兔的项链，下次叫爸爸买的
能送给你。舍不得走了。我们现在东西买完了，准备去大舅哥家里面，然后跟不知道怎么说了是吧？舅哥一跟叔叔阿姨、妹妹他们一块吃顿饭，嫂子亲自下厨。走呗，走呗。刚刚答应甜甜买完戒指之后带她去做那个小羊，答应她还是要做到哈，让那小家伙也开心一下。那我带她玩了啊。嗯，爸爸在原地等你哈。坐稳了，扶好。开心了吗？还不开心啊？